这首单曲于2020年5月24日发布，在腾讯音乐有你榜上最高排名 TOP1， 以 98.07 的最高新歌综合得分成为了 Hash 蔡徐坤 Hash 在有你榜的最高分歌曲，并拿下了2020有你榜年度十大歌曲、2020有你榜年度十大原创歌曲。同样，情人在各平台上持续出圈 ，Spotify 播放量破千万，短视频平台掀起翻跳热潮。蔡徐坤全面参与了情人的创作，不仅与韩国 YG 的制作人 CHOICE37 同时担任了该歌曲的制作人，歌词、作曲中蔡徐坤也参与了创作。歌曲发布前，蔡徐坤更是在社交状态发布歌曲封面图，并配文 Be My Lover， 表白自己的粉丝们。在原创制作的音乐道路上开始发光的蔡徐坤，不仅收获了迷默片感受他三首冠军歌曲，还在2021腾讯音乐有你榜年度盘点中斩获年度唱作歌手 TOP1 荣誉。由蔡徐坤担任制作人的全新创作专辑《迷》拿下五次五大维度单项 TOP1， 并在2021年度盘点的多个领域斩获了 TOP10 前列的荣誉。原创专辑《迷》拿下年度专辑 TOP2， 单曲《迷》成功获得年度歌曲 TOP4， 六周总得分歌曲 TOP5， 年度社交热度歌曲 TOP3， 凭借众多高分优质创作作品拿下年度创作歌手 TOP1， 顺利解锁新身份。导演的 No.00000FF 迷感受他军跻身年度 MV TOP10 前列。